新竹炒米粉。我特意把它炒得干干的。就这种面饼，我泡了两块炒的这一盘，开水泡三十秒就可以了。香拜拜。爆汁鸡腿卷，外面是鸡皮，然后里面裹着鸡腿肉，滋滋冒油，39.9块发两包，每包五个，倒数十个，这是实打实的肉哈。老香了，豆豆，拜拜。香干回锅肉刚出锅，太香了。
咱们家这个香干是湖南攸县原产地，给你发货，一包里面有四块，现做现发，你今天下单我们就是今天做或者明天做，做好了就给你发出去，保质期15天，豆香味很浓，而且吃起来的话呢很软，稍微切厚一点，焯水之后炒，什么是幸福？这个下雨天在家吃晚饭就是幸福。太好吃了。口感特别软。香，今天吃这个香辣粉丝包，薄皮馅多，我这个昨天回来太累了，我直接把它放到那个冷藏里挤进去了，所以有点压坏了。你们收到货之前放冷冻啊。一包就这种，我们河南的，做面食做的还是好吃的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，有韭菜鸡蛋、荠菜鸡蛋，还有这种香辣粉丝包。